2024爱买忠孝店，艾伯特服饰很下初心拍卖会来咯，就在爱买忠孝店 B2 手扶梯旁，附设有停车场，还有冷气可以吹，就是要让大家凉凉的购物抢优惠。工厂直营的艾伯特服饰，夏季初清活动限时限量初清拍卖中，机能一 T 恤一件88元卖一件赔一件，防晒外套全面288元，再想买一送一，等于一件只要144元耶，绝对是史上最便宜的价格。这么优惠，还不赶紧来挑选？炎炎夏日，赶紧来选购抗 UV、SPF 加防晒冰感外套。其他还有像是石墨烯凉感衣特价，一件100元；当季科技冰风衣390美元，三件1000美元。同价位可以自由组合衣服、裤子、凉感外套，最后疯狂出清大特卖，现场还有满额2000元，再加码送机能衣的活动。流行款棉 T 一件只要190元，有素色款，也有英文图案款，选择真的是超级多的。现场通通单一特价优惠，织很舒服又凉快，凉感材质好舒爽。还有最新流行的超短裤系列，有不同的长度可以挑选。凉感 T 恤的造型很多，像是横条纹款的选择也不少，尺寸也算是蛮齐全的。有人一次买3件，说可以夏天替换穿。除了凉感衣，也有凉感裤，通通都是单一特价190元，材质很舒服又凉快，凉感材质好舒爽。还有最新流行的超短裤系列，也有 polo 衫系列凉感衣，真的是超值便宜的价格，这穿出门运动或是逛街都很有型耶。棉 T 一件只要144元，真的是史上最杀优惠价，多买几件替换穿，办公室、机车车厢、家中都可以各摆几件，随时套上。台湾正牌服饰冰丝凉感衣一件竟然只要250元，特殊凉感材质穿上后流汗也不湿黏，透气性佳。厉害的是冰丝衣还有最大尺寸，有到 8XL 的大尺寸，可以穿到140公斤都没问题。大尺码还有大帽檐，可以从头开始防晒，不会闷热，又透气的材质，重量也很轻，随时可以放一件在包包内，登山也很合适，透气吸汗不闷热的材质，凉感科技穿上很凉爽，尤其是在冷气房里，真的是愈穿愈凉。又遇到好几位客人试穿，马上挑3件，材质舒适又通风又快钱。机能冰丝衣也是一件390元，三件1000美元的优惠价。短裤户外防泼水外套全面特价3件1000元，有许多颜色和款式，男女款都是一样的价格，夏日必备。骑车当然还有大家最爱的休闲长裤系列，有7分、8分缩脚裤的版型，尺寸多款，现场都可以试套试穿。 UPF50 加高效防晒，有效阻隔99%紫外线，延长肌肤被晒伤的50倍时间。 MIT Plaza 东区地下街艾伯特服饰拍卖会，别忘了点赞追踪最新影片。